爱神，尼托生读经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这是界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在几个月前，福建有一位西国教师死了。我曾说，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，他是在主里一个非常深的人。我因知道他的事情比较多一点，就想替他写一本行传。 因此，征集他平日的奖章、零篇、断稿等，以便编辑。几天前，从福建寄来他的一包东西，其中有一纸写着寥寥几句话：“是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你有一个命令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哦，这是何等的深！我不知道有几个基督徒会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你有一个命令说，你要尽心。” 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是的，我们都是信徒，因此我们都当爱神。世界上没有第二种宗教像基督教说爱神的，爱神是基督教所独有的。圣经上说信子的有永生，信就够了，没有说到要尽心相信。心里相信就有永生，没有说到尽心相信。但是爱神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。 这世界命中的第一，就是无论放在那里，这总是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；就是无论放在那里，这总是最大的。我们今天要赞美神，他命令我们爱他，神喜欢我们爱他，这与他有益。信主的有永生，这是我们的益处。神不只要我们信他，并且也要我们爱他。爱神是神得益处。 我们如果爱神，我们就要有何等的光景呢？我们要看几件事，约一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可见爱父的心是一种东西，可以放在里面，也可以跑出来的。让这爱父的心放在里面，就能爱父了。许多少年人舍不得世界。 聚会时被人激励时，好像要不爱世界了；但是另一时候，好像同世界是不能断缘的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好的，在里头爱世界的心才能丢下。有一次有一个图画展览会，许多画要远看方好看，其中有一张要近看方能得着其中的意思。这一张画是指着基督徒的一种寓意画，画着一个小孩子的周围地下。 都是些小孩子所喜欢的玩物，但是这个孩子好像一点都不在意，却是两目注视着面前的窗户上，两手也向前伸去。远看时令人莫名其妙，细看时才知那窗户上有一美丽的小哥。画上注着说，这个小孩子因要得着那美丽的小哥，所以把所有的玩具都丢在地上了。从这张图画的故事看来，是因着要得那更好的。 所以才把那些次好的摔下。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摔掉什么，神乃是把更好的放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如果要去得的话，就自然会把许多都丢弃了。有一个少年信徒同我住了两个月之久，他说他不能丢不世界。他对一老年信徒说：“世界的福你享过了，所以你能牺牲，但是我不能。”这个少年会信神，但是他不会爱神。 我们要知道，信神可以拯救你脱离罪恶，爱神才能叫你脱离世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让神的爱进入我们里面。神的爱一进入世界，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。约一四章二十节，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；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这一节圣经是许多人非常熟的，也是外教人都会引用的。但这一节圣经。 不是说爱你家里的弟兄，乃是爱你在基督里的弟兄。许多人的态度、行为叫你不能爱他，但是神的爱如果进到你里面，你就能爱他了。不是爱你们所爱的弟兄，乃是爱弟兄；不是爱那些可爱的弟兄，乃是爱弟兄。如果你不会爱弟兄，你里面就还没有爱父的心。如果你有了神的爱，你就不能不爱弟兄了。 有某人，他的父亲被人杀了，他定义要报这杀父的仇。但是他是一个真基督徒。有一天聚会地方有步饼聚会时，聚会的人围着一大圆桌坐着，正好杀他父亲的那个仇人就坐在他旁边，他就离席到外边去。他里面起了交战：是杀他呢，是进去与他一同步饼呢？ 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神给他看见基督的爱，他看见自己原是神的仇敌，基督还救了他，他被神的爱融化了，就把眼泪擦干了进去，与他的仇敌一同簸饼。当那人出去的时候，他不看他是仇人，乃是他在主里的一位弟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真有神的爱，就能爱一个不可爱的弟兄。于一五章二至三节，我们若爱神。 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为什么爱神就能遵守他的诫命呢？我们可以看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爱主，我们必定遵守他的诫命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谁能说？ 我所知道，神对我个人的命令，我都遵守了呢。不知道的不必说，已经知道的都遵守了吗？有了神的命令，意思是把这些命令去找出来。多少信徒怕神对他有命令，他好像要塞住耳朵不听。我们应当知道，不止神命令我们时，我们应当遵守，并且我们还要去找神的命令。既找出了，就要遵守。找神的命令，就是体贴神。 这样就是爱神的，爱我的毕蒙，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是说我们爱神所得的好处。我看见神许多出名的儿女，但是我没有看见几个是认识神的。许多人会读经，却不认识神；虽明白圣经，却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有的人虽然讲到自己还不懂所讲的是什么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 是因主没有向他显现，就是主在他面前，若没有主自己的启示，他仍不能认识主。但是许多人没有主向他显现，就是因他不爱主，不遵守主的命令。世上只有一种人是爱主的，就是忠心的人。你若要找非常认识主的人，并非在非常大、非常有名的地方去找，往往在一僻处或者在一间房子里，有人在那里服侍神。 当你见他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神在他那里。有人使我一见就佩服，有的人有热心，有的人有才干，有的人为人非常好，真是谦卑温柔，但是不一定从他身上看得见神。有人问到我某教士有什么长处，我说每一次见他都引起我觉得神，这是神的启示。你们记得那个书念的大户妇人对她丈夫说。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。伊丽莎有什么给这妇人看见呢？她没有行神迹。每一次她来，不过给她觉得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爱神的显现吗？如果爱，我们就当用各种方法去找神的命令，并且遵守神的命令。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；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 神和基督是与信他的人同在，但是神和基督是与爱他的人同住，不止同在，并且同住。同在有时是不觉得的,的。当你忠心寻求神的命令，什么都不顾时，你就要得着主与你同住了。约翰十五章九至十节：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。 常在他的爱里，什么叫常在主的爱里呢？当我们初得救时，我们真觉得主是何等爱我，但是到今天不觉得什么了。虽然仍然会说主的爱何等深，但是不觉得什么了。如果常在主的爱里，就要常觉得主的爱。常在主的爱里，就是给主机会爱。换言之，就是在主爱的周围里，当人反对你、厌弃你时。 你就真知道主是如何爱你了。我们常找出神的命令，常遵守神的命令，就常在主的爱里了。主有一刻不觉得父的爱吗？他时刻都在父的爱里，这是因他遵守了神的命令。要常在主的爱里，就得常遵守主的命令。神的爱如果在我们里头，就非常难、非常难的命令，我们都能遵守。有人因爱神的缘故。 撇下了父母，有的人撇下了妻子，有的人撇下了地位，有的人撇下了名声，是因有神的爱，所以他才能。罗马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一节许多人都晓得，唯独有一种人能得这益处，就是爱神的人。如果你不爱神，就恐怕没有一件事给你效力。神没有改变万事，神乃是改变你的心。 如果你爱神，就虽然万事仍是那样，却与你有益处。有时我们一碰见什么，就觉得可怪，东也怪，西也怪。如果有了爱，就都算不得什么了。即使环境叫你不满意，如果你爱神，就都有益处。临前二章九至十节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在这两节里我们看见什么？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永生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将来的。这将来的福，唯独爱神的人能知道。如果有人说他看见了怎样怎样好的东西，但是那东西还不及这个，因这是人眼睛所未曾看见的。如果有人说他听见了怎样怎样好的东西， 但是那东西也不及这个，因这是人耳朵所未曾听见的。如果有人想到极非常好的，想到再没有比他好的，仍不及这个，因这是人心所未曾想到的。但是这样一种人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也未曾想到的好，唯有神的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爱主的人能在今生就享受人所未曾看见、未曾听见。 未曾想到的好处，神把他的荣耀向你显明时，你要说：“哦，这是何等的快乐！”天上的荣耀太多了，你好像受都受不住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真为主吃苦，真肯出代价走这条道路。我们要爱主，好让主的荣耀向我们显现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：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想要得一生命的冠冕，不知要做多少的功。但是在这里，要得生命冠冕的有一条件，就是爱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对神太缺乏爱心了，好像我们已失去当初的爱心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约翰二十一章，主对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要喂养我的小羊。如果有人真爱主， 他就必顾念到人的灵魂，绝不会爱主而漠不关心人的灵魂。你的工人、亲属，凡你所接近的人，你总不能不爱他的灵魂。约翰十四章二十八节：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我们爱主，不但爱弟兄，遵守神的命令，并且要因主耶稣到父那里去而喜乐。换一句话说。 你必定因为主耶稣到父那里得着荣耀而喜乐，这太深了。许多人都不明白主升天到一比他更大的父那里去得有何等的荣耀。如果不明白这个，就不会敬拜神。我们当然愿意所爱的人得着荣耀。我们如果爱主，就必定要因主到父那里去而喜乐。马太十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：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读了这两节，叫我们知道，唯独不顾一切，才能更爱主。某信徒说，敬拜时不只要知道神的伟大，并且要知道神的可爱，这是非常通的话。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是因他可爱，所以亲近他。神怎样爱我们呢？ 有非常多的圣经说到神爱我们，就着他对个人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；就着他对团体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。罗马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一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拆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 谁爱我们，就是拆他的儿子替我们死。除了十字架以外，没有爱。主怎么要我们一礼拜有一次的布饼呢？主是不要我们离他太远了，好像我们要忘了，所以他又把我们拖回来。我们如果记得我们做罪人时是何等苦，主救我们的恩是何等大，就怎能不爱主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纪念到埃及的韭菜、黄瓜等。 他们竟忘了法老王的虐待，竟忘了在埃及做奴仆的苦处，竟忘了神将他们从那样的苦难中救赎出来，因此他们的心好像舍不得埃及。我们如果忘了十字架，也就要忘了神的爱；忘了神的爱，也就不免想到世界了。我们怎能爱主呢？我们读路加其章四十七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 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我们如果记得我们的罪是怎样得了赦免，我们就不能不爱主了。如果十字架有一天不会感动你了，那一天你就已经堕落了。罗伯斯先生因他不能接受十字架的感动而哭了几个月，知道神感动了他，因此威尔斯就有了大复兴。到今天还没有比那一次的复兴还大的。 那个女人怎肯用泪洗主的脚，用头发擦主的脚，用口亲主的脚呢？因她记得她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所以才能这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站住在十字架下。就是你以后的灵性比今天再强一百倍，也请你记得你的罪恶是如何得了赦免。临前十六章二十二节：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。主必要来，这是非常严重的话。 如果有人不爱主，这人是可诅可咒的。以弗所六章二十四节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这里说神给恩惠与什么人呢？就是给诚心爱主的人。如果人问你是信主的吗？你若答应说我是爱主的人，全世界的人都要觉得稀奇了。比前一章八节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；如今虽不得看见。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里是说到因信他，所以爱他。这样因信他而有的爱，就生出什么来呢？就生出喜乐来。这喜乐是大的，是满有荣光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末了，我要像从前那位老年人对那与他告别的青年所说的话：但愿你做主耶稣一个热爱的情人。